歌德哎、欸、歌德人哎、欸，中台拿歌德，立陶宛萨拉森再加土耳其，我们是歌德死而无憾，完了加库曼哦，那要打快攻了，我们这里要打快攻了，兄弟们直接 BK 哎、欸，我觉得要上高地 BK 哎、欸，阿雄要不要高地 BK 比较好一点？我今天好像说最多赢两盘嘛，对不对？有机会吗？这一盘加油！好，进去先探一下。你教练砍田啦、啊！哎呦呦，保掉了再杀、啊。这边进去杀生，杀生那个菜刀上来推推推。Let's go！ 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台湾时间7月20号凌晨的1点15分。我们今天的国际练习赛来到了第六盘。Daniel 哥，好久不见，晚安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好，加油加油。来要赛图。歌德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歌德人哎、欸。中台拿歌德 ，Z 老哥休息了，谁在打外加？雷兹葡萄牙，熊哥土耳其，好要塞图国王哦，这边是不列颠，萨拉森，看到这个3 PN 我真的会怕、欸。立陶宛萨拉森再加土耳其，我们是歌德死而无憾，完了加库曼哦，那要打快攻了，我们这里要打快攻了，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啦，反正 YT 这个月怪怪的就对了，就是这样子，YT 这个月就是怪怪的，至于是发生什么事我不清楚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但它的机制有变就对了，它有一个 新功能就对了，那至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你说丁特如果今天打牌再怎么低500人，那很夸张，那真的很夸张，以他的人气来说很夸张。好，这一盘我们一定要打地块了啦，为什么呢？那个菜刀跟那个猎蹄师出来，我们这个后期是没得打的，你知道吗？库曼怎么打那个猎蹄师？那个游侠被他吃死。哇，这盘文明不能打到超大后期，速推了，要速推了。歌德荣光在线吗？荣光会在线吗？不会。歌德荣光不会在线，因为歌德从未赢过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好像也没什么文明可以玩了。加油！其实我觉得中台今天打得不错哎、欸，你们没有觉得吗？中台这一年下来，其实他有变强啊，他也有变强啊，你们没有觉得吗？你们没有觉得中台有变强吗？期待哦，下一个礼拜五打阿根廷加油。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，我刚才已经被那个3P 给吓坏了，真的，那个3P，那个3P是冲三小啦，那个3P，哦。
哇，那个三 B 太恐怖，那惊悚片你知道吗？四马厩，然后点的还比你快，这是。对呗，晚安，晚上好。Captain。那边国王有两只在一起是哦，不是。大拉森挖石头是因为他要开农，这是因为他要开农。他们这个是要开农，南。我们这里要用库曼人优势打地块了。后期打杀生的不行，后期打杀生不行。雷兹葡萄牙打土耳其，谢谢 Vivian 姐鼓励，谢谢。我也觉得今天不错。107村打87，2TC，3TC，3TC。3TC，还是要先弄一下。熊哥地块哦，阿熊要打地块，running 的是 3TC 的土耳其。熊哥打地块要接教练的 combo，库曼，奋力一击，先把不列颠给收了。这边127寸打107，小黑昨天爬红牛杯干了16场。那个练习量干了16场，YP 在月子中心也是泡牛奶泡了16遍，有可能。德国很会农又很会攻，那没办法，就是我跟你讲，这里要打地块了，对啊，点地王了，这里要强进攻了，直接 BK，哎，我觉得要上高地 BK 哎。阿雄，要不要高地 BK 比较好一点？还是怕来不及了？1分钟了，我觉得可以高地 BK，我觉得可以高地 BK，高地 BK 会更好一点。出来就是高地输出加成，好一点。这边补马厩了，准备打洞哦。来一次进攻局，combo。
其实也不用怕被看到，因为他那个配置已经其实对手要拆痕了，很简单。嗯，我回去跟熊讨论一下这个东西好了，我觉得高地会好一点。少走几步路，因为你后面有库曼，你其实不用怕、啊。虎烈颠这边有挖宝吗？没有，直接打了，直接打了。这边准备进来，是说他们有出库曼过了吗？还没。我今天好像说最多赢两盘嘛，对不对？有机会吗？这一盘加油！好，进去先探一下。好，打火炮。他的国王在哪里啊？一批国王在哪？干，一批有国王吗？哎、欸，国王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他们那国王一批，哎、欸，一批的国王是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叠在一起。主播今天蛮 OK， 什么意思？好，火炮三台，直接吃吗？直接吃吗？二房马了，直接吃。你教练砍田啦、啊！哎呦，保掉了再杀吗 ？Ano 这边盖保，他71村，好，保掉了，杀他。地块四台火炮。雷兹这边呢？雷兹是什么 TC？ 三 TC 浓的，这边进去杀生，杀生那个菜刀上来推推推 ，Let's go！ 加油加油加油！蹦 TC 蹦 TC 蹦 TC， 熊哥不要去打那个长弓兵，蹦 TC。打 TC 这边他先搬了，他先搬了。熊哥这里34村而已哦，对手经济赢了50村，点手推车，捕猎颠先退，捕猎颠先退，这边拆他 TC， 然后等一下还要给这个杀生有压力。杀生的话是要出什么菜刀，火枪兵可能要多，不然这边菜刀可以吃骑士，又可以吃你火枪，有机会的。推得很快，五台火炮了。这边，哎、欸，小心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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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砸到，靠背，修一下，啊，修的村民，啊，修的村民，熊哥有一村，熊哥有一村，干，等下收掉两台火炮。哇，龙哥有在修啊，拖一下。OK，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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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吃到一发，吃到一发。雷兹这里做 support， 这边哥德人往前走，接一个十万。马斯罗 ，Ano 还没点力哦 ，Ano 还没点力。现在先推宝，先推宝，杀生的兵不够多，先推他宝，先推他宝，他要修宝，他要修宝，让他没办法出菜刀，然后蛇换进来刮，后面刮村民，加油加油，这边修宝修宝修宝。哥德人有办法过来 combo 吗？还在走，还在走，还在走，中台要走到很前面才要那个吗？菜刀先上来卖肉了，菜刀先上来卖肉了，菜刀先上来卖肉了。火炮这边会被收掉吗？这边刮一下，没有，两下，没有，三下，掉一台，没有，掉一台，就掉一台，但是再补一台。熊哥直接在他家里开 DC， 熊哥这一场在他家里开 DC。中台直接脸上帮忙补兵，列提斯过来了，列提斯过来了，中台的兵还没有盖，军营快点，军营快点，
雷兹跟七匹打单挑，葡萄牙火炮打那个土耳其，火炮打火炮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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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萨拉森修宝修不起来，没有菜刀就 OK 了，没有菜刀就 OK 了，马就可以乱吃了。哦，有喽，回农喽，三 TC 吃他的田，吃他的田。等教练的马地城堡还在岸，保住他，保住他。好，继续强推。哥德人这边十五汉骑兵上来，骑兵上来吃猎提斯，骑兵上来吃猎提斯点银冠无政府。但其实现在是全按骑兵就行了，现在全按骑兵其实就行了。这边哥德只要守到那个火炮就行。现在中台过来牵制，帮忙牵制，拖延时间，火炮控制，熊哥控好。好，骑兵这个拖时间，骑兵这里拖时间，阿雷兹这里拖时间，这边土耳其重装马弓打这个强弩兵，雷兹跟 Running 打单挑。以单挑分数来说的话，差两三百。这边金冠井喷井喷，但是兵要不要先蓄在那个军营里面啊？嘿，中台的兵要不要先蓄在里面？中台的兵要不要先蓄在里面？中台炸这个堡吗？这边先过来补这一波吗？哎，这里兵先在军营里面。这边要等教练的马力王吗？好，稍微缓一下。哇靠，这个哥德，怎么哥德一上来那个？哥德一上来真的是那个兵真的是，哇，这里要盖堡嘞！糟糕，精锐点石吗？糟糕哦，糟糕哦！现在熊哥55春回农，不列颠还有81春。伤脑筋，这一波里面兵够吗？里面兵够吗？二攻二防，几兵出来？几兵出来？哥德伦这里死而无憾，把堡给打掉，这边保护一波，火炮追城堡，十五万卖掉一波。井喷冲起来！井喷冲起来！井喷冲起来！哎，蓝色这一波可以吧？这一波可以了，这一波可以了。井喷有了，井喷 cover 到了。哇，这一波很关键呢，这一波很关键。那个堡盖起来差很多，这如果盖起来很难推，很难推。好，这边格子马上来了。雷兹这边单挑可以吗？战矛跟强弩这边弩小。好，稳住稳住。精锐哥的卫队，精锐哥的卫队。好，一步一步推，一步一步推。好，再保掉了，保掉了。他剩一个保，他剩一个保。菜刀没有就不行。点游侠，点游侠。稳住稳住。土耳其马弓先回来了，这里危险哦，这里危险哦，这里三坨兵哦，雷兹呢？雷兹呢？雷兹下路被这火炮这个十二加二牵制在这里过不来，这一波很大，这一波很大，这一波他精锐，这一波他精锐，重装马弓100滴血，这一波如果打的话很危险，我们游侠还有35秒，先打了吗？哥德要不要拉一下？哥德要不要拉一下？中台直接上去15万哦！中台直接上去15万，游侠9、8、7、6、3，变身，变身，热血开撞，15万，哥德，但是死很多，死很多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赢，不知道会不会赢，哥德暴兵暴起来，哥德暴力暴起来，哥德暴兵暴起来。交换一下，交换一下，火枪对这个菜刀，下面推进去，下面推进去。哇，哥德有用啊，哥德有用啊，团战 C 起来了，团战 C 起来了。哇，这个肉盾扛的真好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歌德，然后歌德会推出来，马弓守不住，可以往前推。我在喜利安，喜利安，雷兹该做事了，他在下面被火炮牵制啊，他的拖得去吗？雷兹，雷兹，雷兹扛不扛得住土耳其？上面有机会，上面有机会，但是这里又抖动一波。现在阿雄89寸27火枪，哇，这被火炮阵吃啊！这个靶要掉，这个靶要掉了。这边直接穿进去的吗？歌德都没有在控兵的，是不是？先稳一下，先稳一下，先稳一下，那个先稳一下。雷兹这边白血马弓打 running 很难打，很难扛。不列颠现在慢慢回来了，不列颠现在有121村了。其实我觉得云的游侠可以过来帮忙打一下这个火炮，但是应该控不了。现在这边哥德人只要一直补兵加火枪加游侠，这里上面的阵容也是 OK 的，加油！但是这里在挖石头，在眼皮下挖石头，没有控到，哇，好可惜！哎呀，好可惜！能不能来几只马？来几只马？来几只马？教练的马自己追踪过去吗？没有，教练的马啊！这里盖宝了。拖时间，大三战优势起来就起来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打大三战，这个时候是要走贸易。哇，这个宝给他开起来，但是好像熊有看到哦。教练这里切进来，教练这里切进来，偷偷的切。这边猎皮斯拉上来，加上这里三家，这里很危险。这里几兵十五万有没有办法包住呢？这边菜刀上来结火炮，打完了，这波好像被包掉哦，这波好像被包掉哦，糟糕。哇，雷兹这边，哇，哥德十二万过来了，糟糕，哇，下路没办法吸，下路被那个土耳其火炮夹住，这边盖一个堡，躲住，哇，现在开始做贸易了，现在开始做贸易了，哥德这边撑很久了，下面推不进去，哇 ，Running 一个人打两个。哥德卫队来了，但是土耳其传火枪。现在这边教练水沟流进来杀人，教练有杀到人，但是国王，哎，国王其实就在这个塔里面，国王就在这个塔里面。国王就在那个塔里面，可不可以呢？有没有感觉？国王在那个塔里面，有没有人有那个感觉？有没有那个感觉？这我们的兵还是不够多啊！哇，土耳其 ，running。哇！炸弹超人进来杀猫，一要盖堡，雷兹这里很难顶。糟糕糟糕 ，Running 的硬实力又尬起来了。现在哥德只能去下路救了。哇！哇！好可惜啊！不过他后期确实不够强，葡萄牙确实后期不够强，哇，被吃光，是干妈进，列提斯加肉马冲脸，哇，这里盖堡盖不起来，好像爆了、欸，好像爆了，哇，好像爆了，推不进去了，看起来葡萄牙这一盘不能跟土耳其打帝王。
要直接这里也快攻，直接想办法尬他。难啊，没了，我觉得要没了，因为这个后面打不赢他们这个后期阵容，地块没打赢，被挡住了。自己，哇，这个太鬼了。绿色是新人吗？他强很久了，他不是新人，他德国塔头。可惜，这一盘哥德其实有做事了。土耳其后期、前期在弄图都超猛，马弓、火枪、火炮，葡萄牙不是对手。现在菜刀上来游侠没有用了。然后这边出剑兵，这边戳兵戳上来。真的太鬼了，现在这边下面游侠加几兵去打，上面回到平局开，哥德也要转剑勇，葡萄牙86寸，但是葡萄牙后期，我觉得其实葡萄牙甚至啊，全转叉叉。那个战矛不出了，全转叉叉。认真讲，葡萄牙全转叉叉，然后哥德卫队混搭，这样才能打土耳其。那个战矛没有用了，那个、战矛没有用，战矛没有用。上面的话，萨拉森我是不知道啦，因为现在那个东西是无敌的。熊哥马弓出来，你看马弓被戳到其实也很痛。我们的兵起来咯，我们的兵起来咯，我们的兵起来了。后面有没有那个火炮什么的推一下？没有那个没有推他宝不行啊，没有推他宝不行啊。哇靠，这马弓还在六诶，欸，这马弓，哇，这 running 真的是他妈的真是跑步哥诶，欸。有没有工程器？有没有工程器？这边居然有人进来盖我们脸上堡，现在走上面的贸易。熊打 Anno 可以吗？那个沙僧后期怪物等级的文明。工程器这里又发呆了，哎呀呀！雷天尊这边扫工程器，雷天尊扫工程器。现在火炮巨头出兵杀进去是有杀，但是要同时推宝，但是都没有算到，很可惜，这是经验值啊。这边中台有看到贸易被打，先补一个宝在家，好可惜，好可惜。你看，其实杀了一波之后呢，又回来了，没有推啊，没有推，没有推啊。现在马弓上来。熊哥这里要扛了，转马弓加火炮塔。不列颠的话现在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不然就要那个啦，抓国王啦，抓国王啦，上围墙抓国王，不能给 Running 一直这个堡在这里。哇，真的是，熊哥的石头很多，他盖火炮塔撑。有哦，射程出来咯，吃菜刀咯，射程出来咯，熊哥。但是这边好难顶。垃圾海上来，垃圾海上来。哦，但是这里这个阵容太难打。
哥德人现在是136，然后骑兵在这个地方，这边的工程器开始在推塔推堡，下路这边大量垃圾兵去压，上面游侠加马攻打菜刀，但是现在一旦不列颠再回来就很难打。那不列颠是因为他堡石头没有，所以长弓兵出不了。哇，战矛兵是真没有。哇，这里又要带那个战矛兵那个马弓。哇，这杀下路的阵容好恶。这把它盖起来吗？又盖起来。哇，好精彩。现在还不能低村，现在还不能低村。这边点金冠火炮，加上剑勇要自己来打。雷天尊火炮把它解掉，有吗？这边肉马进得来吗？枪兵顶住，跑掉了。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这边火炮塔消耗很多了，教练直接往下顶了，让熊来扛了，可以啊，让熊来扛啊。下路教练往下顶，啊，这一盘打得好赞哦，好厉害了。凌晨要两点了，加油啊！上面这边大坨的也来了，歌德现在换路，这边骑兵压上去，雷兹骑兵压上去就对了，这里出骑兵就对了，这一盘绝对是出骑兵，这一盘绝对是出骑兵。雷兹现在改强弩，这边火炮塔让他输出。哇，这个火炮塔，但是 L 的巨头在这里，熊哥一个人守不守得住？熊哥一个人守不守得住？打出去了，这里的宝也差一点点了，加油 ，TH 加油！天哪，怎么只有才300人呢、啊？好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，这场真的打得很好了吧？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进来切火炮，哇！哇，这菜刀直接上来粘！哇，这边又好像又要需要有人来帮忙哦，这边好像又需要有人来帮忙哦。熊哥有没有在叫？熊哥有没有在叫？啊，上面不行了！啊，上面不行了！上面有没有在叫？上面有没有在叫？上面有没有在叫啊？加油！熊哥没有叫吗？这个时候都没有叫的吗？分数反超，加油！上面没有叫，阿妈的呢，我快顶不住了。现在把石头拿来，全部3400拿来拖。他现在就是拖，他现在就是拖，他现在就是拖，他现在就是一直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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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拖。对手的昂贵阵容已经没有支援了，枪兵冲啊！骑兵兄弟，骑兵兄弟，这一盘出枪兵就对了。这边 Anno 又贴上来换一波，这边火炮塔一直盖。熊哥嘴巴是不是有球讲不出话来？他没有说话，他一直盖火炮塔撑时间。现在全员灌下路。现在全员灌下路，哥德直接压上去，全部骑兵就我跟你讲，马弓其实也怕骑兵的，
马弓的射速就不是很快，他不是蒙古跑掉了。现在把他的贸易打掉，现在打他的贸易，现在打他的贸易，他们要贸易，他们要贸易，他们想要的是贸易，他们想要的是贸易。右转打贸易，转角遇到爱。哎，赶快哦，这里的贸易哦，快哦，这里他的贸易哦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贴局有没有人知道？贴局有没有知道？中台十五万跟过去了，中台十五万跟过去了，他现在在这里上躲墙。进去打他的贸易，进去打他的贸易。熊哥上面一个人火炮阵扛起来。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哎呀，快！他们没有贸易了，他们没有贸易了。这边教练直接塞下路，熊哥拖上路，自己出剑勇，土耳其剑勇，我哭了，我真的哭了，土耳其出剑勇。雷兹火炮塔上来，雷兹火炮塔上来，杀了猫妖，雷兹，雷田村，哎，有机会吗？哇，这一场赢得好扎实，我都觉得要输了，我真的觉得要输了。上面突然熊哥一扛二扛起来，火炮塔一直盖，然后队友就给他石头，下路直接贯穿。现在对手昂贵的部队没燃烧资源之后，这边来反打一波，这边对手可以解掉吗？这边枪兵先按起来，对啊，枪兵按起来。哎，这盘哥德很赞哎，哥德很赞。枪兵给他按起来，枪兵给他按起来。猫一这里挤很挤很挤，进去只要嘟到火炮塔就行了。哇靠，给他盖到墙啊，干娘！熊哥这边越来越后退喽，谢谢 BB 30块赞助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哎，我真的严重怀疑 YT 有在改那个直播人数没可能，我是直播300，丁特500，真的怪怪的，真的那么少人吗？真的那么少人吗？好奇怪啊 ，YT 最近好奇怪啊。Google 是偷改东西啊 ？Google 是有偷改东西。啊！可是这场打得很棒哎，哥德人死了1300，但是有杀700，其实还好。开投票嘛，没关系，现在不重要，现在不重要。谢谢 PP 30块赞助，感谢你。应该可以收下来吧，应该可以收下来吧。哎，土耳其剑勇，土耳其剑勇。哇！这一次的团战的这一盘是我们成立至今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场，真的是哇！这一盘到底有多难赢？打了1小时4分32秒，从去年七月到现在，我可能觉得这一场是最精彩的一场团战，而且也有把哥德人打出来，也有把战术打出来。虽然雷兹前面快顶不住，但是后面还是有扛住。哇，这边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！哇，这场太感动了。哎，其实我们好像打进攻比防守好，可是我们防守真的不太对，哇！看一下结算，
Ano 2.1，土耳其11这样子。真的，这两家死而无憾的，0.54、0.58、0.54、0.58，但是熊哥也有个2.05哦，他这里也有2.05哦。经济的话有给钱哦，一直给哦，给雷兹哦，雷兹是不是哭了？雷兹是不是哭了？雷兹，雷兹哭了，团队的力量。然后石头应该都给那个阿雄，石头给阿雄，石头给阿雄。然后那个云的贸易有三万四。有三万四，这有三万四，教练狂给资源啊！叫你他妈学弟硬起来，你再不硬起来，他妈的我真的快不行了。然后这个贸易最大73，然后那个土耳其做不起来，他前面兵很多，你说要他燃烧了，哇，这场好精彩的耶，手速。菲律宾是打这个团有102，到底是在干嘛？这竞技场他到底在点什么？